未來兩個月將會多兩間酒店作為外佣染疫設施。土瓜灣奧斯酒店和富匯馬頭圍酒店分別在下個月6日和3月1日起提供額外共491間房，將會在下個月4日和9日上午10點起接受預約，每晚收費分別是650和750元。投入服務之後，外佣染疫酒店增至5間，合共提供2779間房。而現時提供500間房的沙田萬怡酒店，3月8日起將會加價200元至850元。勞工處說會檢視可不可以進一步增加指定檢疫設施的數目，酒店亦都會應整體訂房的情況調整每日可供預訂房間的數目。